在圣诞节进前，台南决定立信公益灵书为台南市六岁孩童送上温暖好礼。在台南市北区卖衫的商场，封馆三点钟，提供台南25间国小超过100位六岁学童，每一个人2000块，让因在内面更新衫，温暖过冬。台南市一群立信公益的灵书，在圣诞节前夕为台南市的六岁学童送上温暖的好礼，由着台南市亲子欣盛会主办。邀集到设计、装修公司等企业协办送幸福的活动，结合着台南市议员陈怡珍、市议员吴怡凡共同联系受赠的对象，在分家南上界大的餐饮店，封馆三点钟，提供台南25间国小六岁的学童，每人2000块现金，挑选着适合着衫啊、帽啊、鞋啊、袜啊。温暖归档。前店这一间，我们给了一个人2000块的，礼金，让他们现金，让他们选购他在这一次选购他们所需要的衣服、鞋子，也是算一个，也是圣诞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。希望这囡仔大汉嘛，当帮助更加细细囡仔，因的晚辈，安尼把这个。爱吼，继续传落去。台南市议员陈怡珍表示，感谢各界善心人士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和爱心化为一股暖流，为社会增添着暖意。一起来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、鞋帽哦。那在圣诞节前，祝福大家圣诞快乐。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弱势小朋友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啊、帽子等等的，可以一起穿新衣过新年哦。那也再一次感谢。亲自行善会哈，我们所有的理事长他说的好朋友，还有我们这一次赞助的企业。这次的活动总共有25间偏乡的国小，亲寒热切加修理好的学生来参与，让学生在店内挑选自己喜欢的衫，让囡仔拢会当依着全新的衫，迎接着寒冬，是一个上届实在的圣诞好礼。记者陈嘉欣，北区采访报道。